跟你问原核细胞叙述它的正确。首先，原核细胞没有核膜，没有核仁，对，打勾勾。所以，那 B 就不对啦。核膜跟核仁都是真核生物才有的。那有没有膜状胞系粒线体、膜状胞系叶绿体呢？都没有，细菌没有膜状结构，唯一的膜状结构就是细胞膜，没有其他膜状结构了。所以这题答案就只有 A 是对的，问的是原核生物，没有核膜，没有核仁，没有膜状胞系，这就是原核生物。